第一步打开这个螺丝，然后把这个内流方放进去，两个内流方，一个放在这个侧面，一个放在上面，看一下这个，把这个转一下，里边能看到一个内流方的孔，把这放进去，然后现在这个是初始的偏心，偏心是多少，这红的指的多少度就是多少度，最大是180，两边都一样，然后你把上面的这个内流方松开，松开之后，这个内流方千万不要拿出来，如果拿出来的话偏心就会滑到下边去，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是可以转动的，转动那个红点对准多少度偏心就有多少度，最大偏心是180，偏心越大激振力越大，然后调完了之后把这个上面的内流方，把这个上面内流方再拧紧，然后现在就是一个偏心度，就这样。